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暗龙纪元：异端审判》。继续上一集的战斗。我在后面有人来了，糟糕！飞行啊！哇！喂！哇！你快死了！找不到敌人，乱砍。防御好像挡反，我现在控制这个，啊，没有挡到。哎，太慢，啊呜！从背后打一滴还是那么多打的，啊！我会死了，快死，哦。保持防御好了，好像挡成功那个护甲池，那个护甲灰色的护甲池啊，打赢了，这算是遇到伏击吗？看原本是我先开战的。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什么？那个叫什么残兵哦？先回营休息一下吧，大家都累了。接下来去把这个裂口打爆好了。我觉得打到这个地方啊，那个。我之前装备的优势，似乎我不太明显。直接冲我！发现交友 AI 操作好像。卡珊德拉比较挡不到熊，或许我现在应该要当战士。Torlas, have you always lived alone, out in the wilderness as an apostate? For the most part. Would that not be incredibly trying? People could be trying, mankind most of all. That is an excellent point. 超有道理。我有时候也觉得很累。
尽量不想要损失太多战力了。这裂口攻击也会蛮强的。这里就是我们刚刚传送回去的地方了吧？就从这边继续探索。诶，这里的水好像在冒烟呢。温泉吧，泡温泉。我看能不能把那个装备脱掉。先找到我的脱啊，脱掉底下是这样哦，这样怎么泡温泉？好吧，算了。我的头盔应该这个吧。又有敌人，哇，怎么被躲掉？在哪？抓到你！就算没有任何效果，现在好像还是抓到一点。影片中比较看不清楚，原本的话这还蛮明显，有那个光线被折射的。怎么找了半天还没有看到那个裂口？上面好像没有来过，有一群人。我刚刚放火，刚刚没有放火，然后那时候伤害最多的时候。丢错技能，直接把你杀掉。哇，我也扣了一点血，瓦里克也扣了一点血。附近因为那个熊跟
与熊对战的两个盗贼会一直重复的刷出来，所以很难说完全没有受伤的走到目的地。看到你啦！这里居然有一堆钱，我觉得走过去的话是不同条路了，我还是往这边去那个裂口看看。原本就是要去那个裂口的，这样绕下去没完没了，而且扣的血越来越多。方向来看，应该是这个洞吧，这个山洞进去。后面有红色，熊啊，应该不至于被夹击吧？还是要先打掉？我他好像走了，就。准备上完，不玩了，先打这个。大家好像站有点近，我应该不会放我一次了。没有靠血的情况下打一个，就冲吧！哇，那骷髅标记完了，愤怒跟死灵，跟上次我打很久那个配置是差不多的。让我换一下兵长，毕竟是对那个愤怒恶魔，他怕冰。先待机，我一个人把他引出来。好，大家上。攻击我的目标，先打死灵好了，秒杀一只死灵，毕竟死灵很痛。哦，秒杀他，同时我也死了，真假的？哇，这你。活着，没死。等一下，对，200多连击，这什么东西？啊，这是之前那一只啦，冰系的，攻击力很痛很夸张的那一只。完了，我拿冰弹，我也没有办法秒杀他。要开那个护盾，大概会输啊！这都倒了，能不能逃？水喝完了耶，好快啊！能不能逃脱呢？觉得应该是不行。居然逃过来了，
全员残血。先回船吧。再一次，就是我想让卡珊德拉先喝这个自动回复药水。他如果能够撑久一点的话，我们说不定可以杀掉两只死灵。好，我先打这个，我还要绝望的恶魔，不怕冰。我趁机去解那个裂口啊！瓦里克，怎么没有办法看到裂口？哦，第二次打被秒杀，这太惨了吧！这次我用三速闪灵击打好了。在以前的暗龙纪元，通常我出动这招就一定会赢了。不过他们十二等，其实等级差有点大啊。我现在七等，他不怕冻结，不怕睡眠，他怕火，果然是怕火。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用火打击他。啊，这边是怕冰，死灵用物理免疫。好难配置哦！不然怎么样？卡珊德拉去挡这次最大的，然后其他物理免疫打了也没用。我的话，放火烧吧，烧绝望了。怎么过不去？我还站太远的感觉，没有办法，我得让时间再前进一点。这样应该行了吧？可以，我先打击这一只。不是走，怎么对不到？不好对。我先解除他走路。觉得这个在电脑上比较好操作，直接可以点。放火吧，烧死他！然后你先喝一下这个，我觉得如果要纯用战术摄影机战斗的话，可能要把自动弄掉，不然像这样，瓦里克和索拉斯他就自己乱开招，索拉斯就把冰打在冰系的上面。他应该要打愤怒恶魔。又对不到，先重击愤怒恶魔，
哇，对好胡娜是兵长，但我的普攻对他没什么伤害，我先放着。很硬啊，3000多。变火耐心怕冰，好难打哦，不知道怎么办啊，他们好痛。被打一下就扣掉超过一半的血。先帮我自己全部人开盾好了。不对，前卫的盾也没了。应该先帮卡珊德拉开。这个距离又开不到。哇，叫索拉斯往前走几步。这样可以吗？喝个水，不对，这样盾就没有放出去。有，还是要放出去。哎，我死了。你去复活我。他怎么写去动他？这应该是移动吧。还好卡珊德拉现在还满血，对方在开大招，刚好有盾是好事。啊，这样才有复活啦！王女靠最没有办法干嘛，让他复活我。好，喝个水。我也喝瓶水。那个冰系的好像不见了，对不对？啊，还在，还在，没有那么容易打死。什么？卡珊德拉？你刚刚不是血还满满的吗？那个效果还在啊，还在的情况下被打那么惨了。又变成移动。攻击他，然后放连弹。啊，我应该要先秒死灵，没错，死灵比较好秒。趁他是火系的时候送上连弹。卡珊德拉又要喝水，水没了，他最后一瓶啦。瓦里克也要不行了。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太痛了。
完以后死，说话是死。好了，等来要死了。看到哪一只了？它躲在远远的地方。嗯，我觉得这不是我打得赢的，放弃吧。这附近有个任务啊，我去接那个好了。在他之前，我先看一下有没有办法提升一下我的装备，说不定还能打。然后也换回火杖。实在没有看到什么可以。特别突出的武器，那装备的部分呢？我身上的好像也没有。看一下装备，根本没有拿到什么啊。药水没有什么可以用的。好吧，看起来这个等级要打赢是不可能。我就放在下一次来的时候再攻略吧。好像针对我是不是？对嘛，平常的敌人这么好打，为什么那个猎口这么强？偷袭，门都没有。连战好像没有打中，他也不会还我冷却时间。那射出去就直接进冷却。总觉得今天都还没有干嘛，时间就差不多到了。那就谢啦的时候看，下一集再见，拜拜。